李荣浩合作戒烟，又让金柱、陈立农唱完美高音。戒了烟，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这样会比较好。我一直在里面有点捣乱，继续唱。你给过我的伤害，只有一句责怪。戒了烟，爱上悲伤，我也不想。对对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奇异的，因为我从头到尾穿插在里面也会有点怪。聊聊吧，对，最后一次跟大家聊天了，应该是。坐吧，坐一下。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心情怎么样？是已经完全无所谓了？不是无所谓，这个是听天由命。对，我觉得其实走到现在这一步，大家应该就比较明白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它真实的一个样子。因为我是看你们最多人的，每次看到你们都眼神都很不一样，现在都非常舒服，非常舒服，对，感觉像是已经很成熟的练习生。是你真正有这样一个地方，你天天几个月的让你那么去弄，其实我觉得会给你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保持在练习生这个状态的话，根本没有人可以，就因为你经历过很恐怖的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。就是每天我听说你们根本就不睡觉嘛，每天都到天亮，就半年没睡觉了，跟超车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你说要比狠，谁比你们狠？没有人比你们再狠了。我想练习生结束之后，真的我觉得很难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你们了，很难了。对，即使有，我觉得也不会像以前是一张白纸的时候那么慌。挺好的，艺人这条路比较漫长，对，确实是不容易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我觉得艺人会被别人欣赏，就是一个立体的，从你的作品到你的做人，到你的性格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你能给大家呈现一个很立体的你的时候，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艺人。光看脸看不了太久嘛，可能是你的一个态度可以吸引他一辈子。我所谓的看到你是看到真正的你，不是说进哪个店哪个台就有你，你知道吗？或哪个台都是你，不是那样的。对，就让大家看到真正的你，我觉得这样才能更长久。慢慢来吧，来吧来吧，加个油吧，加个油吧，来，一二三，加加加！